是那药丸呢？万岁爷，那药丸您刚吃过不久啊，怎么又要了？这药的药效好像不如以前了，朕吃了没一会儿，觉得浑身没劲儿。万岁爷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万岁爷，宫里头出了大事儿了！哎呀，快说！太子爷不知为何跑到了咸福宫后头，在那儿碰到了那个小客佣。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贵妃娘娘知道了，她亲自跑到咸福宫后头去捉人，幸亏奴才及时的把人转移，贵妃娘娘才算扑了空。可是她给冯宝下旨了，非得把人捉到不可。你瞧你这个二傻子，连个小孩都藏不好，捅了这么大娄子。昨天晚上要是把客佣送出宫就好了，都怪奴儿花花，非得坚持让他留在宫中，要不然也不至于出这么大娄子呀。那人呢？被冯宝从浣衣局库房里搜出来了，而且看管孩子的那个老太监王凤池也死了。怎么死了？下头办事的人怕露馅儿，对皇上不利，就大胆的把他给处置了。冯宝赶去验尸，被他看出了破绽，他非要查个究竟，是奴才把他强压了下来。奴儿花花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非要把这个客佣弄进宫来，这下好了。闹出人命来了！如今我也是皇上的人，我找个人进宫来为我敲鼓也不行吗？这是宫里的规矩，你见过哪个男人能在后宫出入啊？去你的规矩吧！如果谁敢动客佣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他没完！这舞我不跳了！你爱跳不跳？不跳滚出宫去！滚！滚！公主，奴才在。去找冯宝，传朕的旨意，把客佣放了。奴才遵旨。野小子，待会儿到了东厂，老实交代，是谁把你带进大内的？到大内来干什么？有半句假话，你小命就没了。押走。走。孟公公，你又有何事啊？冯公公，你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？东厂。一个孩子你都不放过，这不是存心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吗？那怎么是鸡蛋里挑骨头？大内突然出来一个野小子，咱总得问问来路吧。这人你不能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，我就审他。冯公公，别逞能了，我现在传的是皇上的旨意，着冯宝立即释放客佣，不得有误。皇上要放人？不信，不信就随我去见皇上。不用了。陈应峰，小的在。听孟公公的话，把人放了。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冯公公求见。你能进来吗？是。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奴才刚把那野小子给搜出来，被孟冲赶来给下令放了。你为何要听他的呀？不是奴才听孟冲的，孟冲下的是皇上的旨意。听说那野小子是努尔花花给带进宫来的。姐姐，咱们立即去一趟乾清宫。客用呢？回万岁爷，奴才把他送出宫了，找了一家客栈，让人看着他呢。嗯。努尔花花呢？他还在生朕的气啊？哪儿啊！一出门转脸就乐了。他知道万岁爷不会真生他的气，所以咧着嘴一个劲儿的乐，整个一二傻。这，呸！你才是二傻子，他是朕的宝贝儿，你竟敢骂他二傻子！哎呦，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你个大傻子！哎呦，奴才该死！万岁爷，
可是那个女人也太张狂了，要不是她，大内也不至于搞成这样了。大胆，都是你给朕惹的祸。奴才该死，奴才口无遮拦，奴才嘴臭，该打该打。万岁爷，奴才这都是为了您好啊，万岁爷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别演了一把鼻涕一把的了，起来吧。谢万岁爷。下去吧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求见。哎呀，又来了，不见。是。等等，你让他们在花厅等着吧。遵旨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嗯，朕很累，很累啊。哟，爱妃这双鞋很好看吧？怎么没见你穿过啊？蒙皇上夸奖，这鞋叫猫儿鞋，是苏样。臣妾的慈宁宫里有位宫女是苏州人，手很巧，这鞋就是她做的。嗯，朕怎么看着绣的不像是猫头啊？皇上说的对，这是虎头。自古猫虎不分家，苏州女子穿这样的鞋是为了避邪。避邪？避什么邪啊？那君儿呢？怎么没一块来啊？啊，君儿在读书。再说，我和皇后有事情要与皇上聊聊，君儿在不方便。朕早知道你们要说什么，改日再说吧。朕有点累了。臣妾所言之事只有几句话，皇上务必得听。不就是因为那个野小子吗？是朕命孟冲将他领进宫的，朕现在又命人将他送出宫去了，你们俩不要提了。就是因为那个野小子把大内闹得沸沸扬扬，还出了人命，皇上知道吗？要不是因为你们俩，大内会闹得沸沸扬扬吗？这么点小事儿，你们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得了吗？皇上，一个野小子闯入大内，的确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可是皇上自从认识那位西域歌女，再不像以前那样迎新国事，照此下去，对皇上对社稷都绝无益处。胡说，住嘴！朕只是想调理下心境，偶尔找点乐子。你看你们俩百般刁难，一会儿江山社稷，一会儿朕的身体，也烦死了。到底想说什么？皇上，皇上息怒。皇上是万乘之尊，臣妾绝无冒犯之意，臣妾只是想劝皇上几句。够了！你看看你们俩的态度，把朕当作万乘之尊了吗？啊！滚吧，全给朕滚下去！朕不想听你们说话了，不想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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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，臣妾……啊！求求你们了，都给朕退下！臣妾告退。干什么的？小的是杏林村药铺的伙计，奉主人之命给王真人送药材。什么药材？阴阳货。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以前那个送药材的呢？那是我师兄，他今天生病了，我是来替他的。进去吧。干什么的？方才进去的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去，快去啊！走，推什么推？去！孟冲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把内宫搞得乌烟瘴气。可不是，他现在是蹬鼻子上脸，动不动就拿皇上说事儿。叔子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给端了。哎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啊！这个时候，皇上恐怕什么也听不进去。大人，不好了！王传派人来报说玉娘不见了。怎么会呢？王传的手下发现玉娘女扮男装进了真人府，他恐怕是想去报仇。这个王九思一身武功，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对付得了呢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李和，你马上把王传给我找来。是。唉，看来那女子已经牵动张先生的心了。
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你？干什么呢？小的是杏林村送药的。哦，送药的，那你把那药篮子放在那儿，你可以走了啊。等等，你过来。 快点！摸摸蹭蹭。你这银洋货有点不太正宗啊！哎，怎么地？有刺客！有刺客呀！有刺客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师傅，这四个是个女的。来人呐！ 来人呐！师傅，啊，死个就是玉娘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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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孟公公啊，大驾光临，贫道有失远迎啊！我说你练的这药，王真人，你这脸上怎么天彩了，血乎呲啦的？刚才哦，叫野猫给抓了一把。嘿，这野猫够厉害的，怎么样？今天的药熬出来了吗？早熬出来了，正准备往宫里送呢。那快拿来呀！来人呐！来喽！哎，孟公公。 哎，孟公公，干嘛走的那么急呀？哎呀，皇上急等着吃药呢。哎，皇上可是说了啊，你这药丸越练越差劲了。你这人呐，丢玉娘可怎么交差呀？回去肯定挨骂。太好了，王传，王传，你身为巡城御史，连个姑娘家都看不住，你还能单何重任？卑职无能。 可谁又会想到，他换了装偷溜出去呢？再说，正赶上庙会街上闹哄哄的，所以才让他跑了。不过大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设法找着他。那就赶快去。要是那姑娘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唯你是问。是。老爷，您今天态度有点反常，是不是？说实话，您把家人都扔在老家。 一个人住这么大宅子，确实孤单。应该找一个人来伺候您。尤其，这说哪儿去了？臭丫头片子，进去！带进来，师傅，我把他给抓回来了。臭娘们，放开我！大美人儿。 我这脸上的血迹是不是该由你来给我舔干净啊？这老道，你他妈有一天会被现在外挂的！妈吧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烈性的美人儿。呸！本真人这辈子调教了不少美人，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。哎，师傅，老爷，这臭娘，老道，你要是敢再动我一下！ 行，想死啊！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本真人让你活不成也死不了。二蛋，哎，把带走啊！等本真人得闲，我再来收拾你。师傅，把他哪儿啊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这二道口我那不还有趟住宅呢吗？哦，二道口，给带走！二道口，快点，走！不能好死！快点！快点！
听说大内最近很热闹啊。可不是嘛，那冯宝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，他借着李贵妃给他撑腰，没完没了的给咱出难题，再加上万岁爷的身子骨越来越虚弱，嘿，他就更越发的胆大了。都是你把那个努尔哈赫弄进宫里，还搞了个妖道，搞什么春药，要不然皇上的身体也不至于这么支撑不住啊。是啊，这是我的不是，可当初您也认可的呀。高阁老，您得想想办法呀，皇上再这么疯下去肯定活不了几天了，皇上要是归了天，对你我来说那可是凶多吉少啊。努尔哈赫留在宫里那就是个把柄，您得赶紧想办法呀。只有一个办法，除掉他。皇上要是追查起来怎么办？谁最记恨努尔哈赫？当然是李贵妃了。我明白了，努尔哈赫一死，皇上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李贵妃。稍待着，那个冯宝也脱不了杀人干系。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皇上归天之前把冯宝扳倒。努尔哈赫，努尔哈赫，努尔哈赫，谁呀？我，孟公公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？皇上有急事找您，您快出来。累死人了。孟公公，孟公公。哦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御花园呐。白天你不是让皇上陪你赏花吗？皇上突然来神了，让你这就过去。这么晚了怎么赏花啊？怎么不能赏啊？你看今儿月亮多好啊，透亮透亮的，正好既能赏月又能赏花。哦，孟公公，皇上呢？皇上一会儿就到，他让你在这稍等片刻。哎，这皇上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来呢？我去看看啊。努尔哈赫，你快来看呐，这井里头怎么有个月亮呢？不就是个倒影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呦，这个月亮太美了，它简直就像您一样的漂亮。你看，哎，真的很漂亮啊。大美人，你不是骂我没伴儿吗？今天晚上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没伴人的厉害。你不是喜欢在皇上面前耍性子吗？耍吧，好好耍吧，这井底下有不少姑娘等着你一起去耍呢。你干什么？来人呐！万岁爷，您醒了？嗯，这一夜朕睡得真香啊。没错，万岁爷的气色是越来越精神了，用不了几天您就可以上朝料理政务了。要不然呐，那冯宝非要凌驾于万岁爷头上一手遮天了。您看，
贵妃娘娘对奴儿花花的态度，全是冯宝撺掇的。你不说，朕也明白。先不说这些，去把奴儿花花叫来，陪朕一块用早膳。啊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啊，快快快！万岁爷，这早膳您趁热用吧。孟冲呢？他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来啊？啊，小的去看看。万岁爷，万岁爷。努尔花花呢？奴才去了有一郎，但没找见人。这一大早他能跑哪去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呀。找找找找去！哎哎，奴才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哎呦，万岁爷。您的龙体要紧，您还是先用膳吧。哎呀，朕不想吃。扶朕起来。哎，朕去看看。哎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吆喝什么？努尔花花，努尔花花他，努尔花花来了。他淹死在御花园的水井中了。你说什么？他，努尔花花在御花园的水井中给淹死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您慢点。哎，努尔花花不是住在游艺廊旁边的院子里吗？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谁害死了他？到底是谁害死了他？万岁爷，这胆儿也太大了。说实话，宫里边除了贵妃娘娘，没人记恨奴儿花花。那个女流之位不可能下此毒手。她不会下此毒手，可她身边有冯宝呢。冯宝不是管着东厂吗？去把冯宝给我叫来。把贵妃娘娘和皇后一块儿叫来。奴才遵旨。大清早的，皇上叫我们有何事？奴才不敢乱嚼舌头。万岁爷，皇后跟贵妃娘娘到了。皇上。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朕还要问你们呢，还有你。问我们？皇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努尔花花被人带进了御花园，推到古井里淹死了。淹死了？谁这么狠心呢？你说呢？这宫里谁最记恨努尔花花？皇上，是臣妾最记恨努尔花花。那就是你害死了他。不，皇上，努尔花花只是一名西域歌妓，臣妾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别骗朕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朕一直宠着你，可是，在努尔花花这个问题上。你一直跟朕作对，你说，你到底为什么？皇上，您错怪贵妃了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您还有社稷着想啊！你少啰嗦，
你们两个一路货色，联起手来把努尔花花害死了。朕把你们今天找来，就是为给努尔花花讨个公道。皇上，在宫里，只有你敢指责朕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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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，皇上，太医，我们中风了，太医去叫太医，太医，快快快，端水，端水，快打水去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有救了！启禀皇后娘娘，皇上要大喜。皇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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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去王真人府通知王真人，让他立刻远走高飞，永远不要回京城。小的明白，快！没咽气儿呢，怎么这么快出去递信儿啊？谁说我去递信儿了？我是一时尿急出去解个手。哎，你呢？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跟您没关系，我是奉贵妃娘娘之命去传旨。传旨？传什么旨啊？来人！来人啊！来，你。赶紧去内阁找高拱，到速到乾清宫。你赶紧去叫张居正速到乾清宫。剩下的人不听着，赶紧到库房把所有灯笼都给我找出来，统一贴上白布。记住，一定要贴上一个点字，祭典的典。赶紧去吧，风公公。啊，点？难道皇上他不叫你问的就别多问，赶紧去干活去。是是是，锄禾。哎，你有何吩咐？赶紧去东厂叫陈应峰。让他速到王真人府上，把那腰带给我抓来。哎哎，好。王四爷，王四爷，你们能丢下奴才就这么走了呀？你在这好什么好？你给我出去！娘娘，奴才跟了万岁爷这么多年，也就让奴才多守他一会儿吧。你少啰嗦，让你出去就出去。出来！万岁爷呀，贵妃娘娘，快去把太子爷叫来。奴才遵旨。干什么的？奉冯公命前来传旨。高阁老，高阁老，何事？冯公差小的前来传旨啊。皇上病危，着两位阁臣一同前往乾清宫。怎么，皇上又犯病了？走走走走。高阁老稍作等待，旨意说得明白，着两位阁臣一同前往乾清宫。那张居正何时能到啊？宫中已派人快马前往张阁老府上送信，想必不会耽搁太久。要我和张居正一同入宫，这是谁的旨意啊？是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贵妃娘娘的令旨。那皇上为何不亲自下旨呢？皇上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。啊！张阁老接旨。老爷，老爷大命来人了。皇后与贵妃娘娘着小的前来传旨，请张阁老火速前往乾清宫。有何急事？皇上要大行了。啊！有劫！你即刻赶往巡城御史府上，告诉王传，迅速捉拿王九思。明白。
首府大人，您有何吩咐？韩琦，你立刻到刑部，派人到那个王真人府，把王九思重新收监。是大人。首府大人，为何要重新捉拿王九思啊？哎，我看皇上的病啊，全是因为那个妖道，那个阴阳大不丹在作怪。当初不是你让张居正放了王九思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要不是皇上和孟冲把我逼得紧呢，我何至于出此下策？要是皇上一病不起，首府大人真是进退有序，决断有章啊！在此紧急关头，尽可的民心退，又不失其为保护王九思的一项举措啊！你干嘛非要把话挑明啊？皇上，皇上，启禀皇后，速命太医前来救治啊！他已经施救过了，根本下去。皇上，皇上，我的皇上！皇上，请二位阁老听好，冯宝。在，宣读遗诏。是。皇太子朱宇君听旨，遗诏与皇太子，朕不欲皇帝你坐，一应礼仪自该不提请而行，你要以两位辅臣并司礼监辅导，进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待皇，保守帝业。这是给两位内阁的遗诏，高拱、张居正两位阁臣听旨，朕赐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，偶得此机，拒不能起，有负先皇父托，东宫幼小，朕今傅志清等二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土，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事不敏。皇上给东宫太子的遗诏，以及给我们两位阁臣的遗嘱，都提到司礼监。为何司礼监掌印孟冲却不在场啊？冯公公是太子的大伴，又是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有他在不是也一样吗？不一样，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，孟冲今天没有来听诏，似乎不合规矩。皇上厚恩，老臣誓以死报，东宫太子虽然年幼，成绩大统，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，全力辅佐。如果有谁胆敢欺负太子年幼，祸乱圣心，老夫必将秉持正义，维护超纲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高阁老说得很好，就按阁老说的做。皇上放心，皇后和我也放心。老臣不会忘记贵妃娘娘的令旨。母后，母后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，皇上，太医，皇上，太医来人了，快来人呐，皇上，快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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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经蒙面上天了。皇上！皇上！隆庆皇帝于1572年4月25日驾崩，在位6年，享年36岁。他在位时有爱民之心，每逢遭受水患、地震、干旱等各种灾害，他都及时下旨赈灾，并酌减灾民赋税。但是由于他生性宽厚，对大臣约束不力，导致门户倾轧，朝纲紊乱。明史上说他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，是较为准确的评价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？秦大人，受惊受惊啊！是陈长爷。哎，你怎么来了这里？哎，我正要问您呢，您带这么多人马来这儿干嘛？奉首府高大人之命，下官率队前来抓捕王九思。高阁老下令抓捕王九思，这不太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我有捕票在手。哎，陈长爷带这么多翻译到这儿来，该不是为了保护王真人吧？哼，保护？要不是你们刑部把王九思从大牢里放了出来，省得本长爷多跑了这一趟。这么说，陈长爷也是来抓捕王九思的？正是。这就奇了，请问陈长爷是奉何人之命？东厂提督太监冯宝。啊，这么说这事儿就用不着陈长爷费神了，抓捕一个王九思哪里用得着两拨人嘛。秦大人说的也是，以下官之见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们回去？高阁老的命令下到刑部，捉人办案，我们可是正差。哼，秦大人，你总该明白，这王九思是个妖道，祸乱甚上，正是咱们东厂管辖的范围。可王九思当街打死人命，扰乱治安，捉拿他那是下官的权限。秦大人，咱们东厂办案，不用你们刑部插手。高阁老的命令下到刑部，人若是被你捉了去，我回去如何交差？这人要是让您给捉了去，冯公公那儿我又如何解释呢？把大门砸开！给我砸！给我搜！搜！一个人也不准放走！快！你们都是被那妖道抓来的？嗯。你们可知道那妖道去哪儿了？嗯。来人！有。把这些童女送回各自的家中。是。